哋每個人的成長的過程入邊咧，都要經歷很多的事情啦，好多嘅考驗。咁今年咧喺我呢一年咧，去出走咗啦，咁跟住揾翻一啲最基本嘅東西。咁沿途咧，其實即係好似我哋人生咁樣啦，都會有得到一啲嘢，亦都有失去一啲嘢嘅。咁不過唔緊要，因為咧，我諗我哋每一個其實都要面對嘅呢啲分離啊，呢啲分離之後嘅相聚啦。咁所以係咯，希望你哋亦都可以喺你哋嘅生活入邊去勇敢咁樣面對呢一切。送俾大家呢個直播。